好，在本系列视频开始前，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系列所用到的模组。首先是各种海军的完全汉化，然后是这个临时汉化，然后是战场和谐，然后是这个 FPS map， 然后是这个icon 的汉化。这边提一下，因为这个海军汉化是旧版本的，所以这个新版本无法开局使用，必须得先保存一个存档再加载进去使用。而且如果使用此海军汉化，会导致我们无法获得这个新出的成就系统的那些奖章，所以大家用的时候可以谨慎选择。好，今天来录一下这个 TG 的舰队收藏。因为新版本更新之后，我们的谈判界面是可以吃对方的舰队的，所以即使我们开局没有海军，我们也可以很快获得一支规模不小的海军。为了能让这个视频发出来，我请朋友帮我魔改了一下他这个模组啊，所以现在我们这些名字都变了，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订阅一下。我们这次还是使用最原始的打法，就是跑马。如果大家想玩花的，可以把这个苏联拉过来，然后给他送油，这样也能让这个苏联帮我们白打啊。开局八个师，我们直接开训练，然后放到边上去。因为我们是小国，所以开训练的时候是能训练到不少经验的。前期就没什么好点的，想点什么点什么，这个没什么硬性要求。工厂如果有多的，可以选择先修一条铁路到边上去啊，因为待会儿要连到这边的铁路的。关于国策，我建议优先点这个加稳定度和支持度的，然后不用点这个兼并弱邻，我们直接自己正当化就可以了。开局先不点国策，存政治点。我们前期只要一直训练这八个师，就能在开战之前凑到近五点陆军经验。这边可以取消训练，然后直接宣战，125天之内正当化好。宣战的同时，我们再正当化一下这个校长啊，收复一下核心领土。然后就是比较简单的跑地了。我们先存到五点这个经验，把这个一营旗给它改出来先。这边我们就有五点经验了，直接改成一营旗，接下来就选择用这个跑地了。我们开成最大的这个优先级啊，然后不停的造就行了。这个打山西打早打晚无所谓，只要在我们正当化好下一家之前收拾掉就可以了，所以闲得无聊也可以给大家拉扯一会儿。好，这样子我们第一家打完直接全吃，其余这个就不用了，因为这个是我们核心领土。然后所有部队立刻到前线去等待下一次进攻。这边记得把这个铁路先给它修到这边去啊，我们这边是有工厂可以修的，没必要非要用二级，也可以用一级的。这个分歧选项你们自己选吧，我是无所谓的。记得买钢啊，不然这个资源不够，我们产的枪会少很多。正当化好下一家后立刻宣战，同时再正当化一下南面这一家，也是收复核心领土。然后我们是有先手机会的，所以先牵制住它，不让它乱动。这边这个师可以先出去，然后把我们的这个骑兵师全部放在这边就可以了，也可以提早放出来。现在31个师，接下来又是一次简单的跑地。
这边清理完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准备对付校长了。所有部队全拉过来填线，如果有闲心的话是可以自己来手动控制一下的，就是每24个师分一段。我们第一波政治点可以选择直接改成这个广泛征兵啊，因为我们用不到这么多人，可以把这个工厂产出给它抠回来。接下来也可以选择开自贸。好，这个1936年的11月16号我们就可以对这个校长宣战了，一般就是这个时间点啊。目前我们手上有95个英骑，然后8个步兵师，其中有3个是普通的步兵师啊。我们冰箱里面还有几十个一营旗，待会儿啊用来直接放。这边我是已经修好了这个2级铁路啊，所以我们没东西修了，就随便修一个军工吧。可以看出来这个校长前线的兵力也不是很丰富啊，基本上每隔只有1到2个师，所以我们想找机会溜出去还是挺容易的。这边直接宣战校长，然后再正当化下一家，不耽误时间。这个盛世才就留到最后了，因为它是红色的，我们到时候没那么多顾虑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AI 哪边是全力进攻的，找它的破绽。像这个位置它2个师一起进攻的，我们可以先等它个2-3天，等它部队走到不能停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再回推一下。先来一手后撤步。然后这边也是一个明显的破绽啊，只要我们把这边的部队后撤，这边的部队就可以过去了。先等，可以放几个师在旁边策应一下，就等他离开这一格。我不太希望看到校长把部队拿过去开区域守备啊，这个我就很亏了。目前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师往后移了。好，他马上就会往前走。我们这边所有部队是可以解除师分配的，防止到时候乱跑啊，打扰我们的这个部署。好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往前走了。这边也是瞬间下一堆部队出来，啊，立刻就有了25个骑兵，也是往前走。不过这些部队要先回一点组织度。这边可以先放2个部队牵制一下，防止他突然改变主意。我们这个骑兵跑来还是挺快的，出去之后立刻开始跑地啊，不能有一丝的停。
好，我们这局就很快把这个校长给他拿下了。这库存里面枪还是挺多的，太久没玩了，有点不熟练啊。我们还是直接所有地全吃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边还能拿下校长的海军，啊，这样就完成了。这个版本开局，我们先把这个校长的海军收到手啊。现在是1937年1月15号啊，太久没跑马了，有点不熟练，可能比以前慢了一些啊。先看一下我们啊第一局拿到的这个海军，9个，这个好像没有翻译。接下来就是这个啊第九歌姬岭，还差几天，我们正好再去跑它一下。然后就是这个第六领域，也是还差100天。等这些都跑完，我们再选择跑这个啊边区政府之后，再是日本。